你是安怎啦？安尼种面色啦？啊，伊是团啥啦？可心公，阿妈抢气过来啊！妈，阿妈的命来这里面啊！伊拢已经倒眠床倒五年啊，阁会当抢气过来？可是讲即卖抢气过来，咱母仔根本就压袂分着你家的一份财产，还阁有啦！伊即卖气过来了，伊一定会甲我毋是你家的子孙，还阁迄个时阵对见死不救的代志拢总讲出来，但是安尼。咱母仔就害了嘞。好啦，你先莫遐尼紧张，较冷静好不好？我是袂安怎冷静啦，我原本就是讲啦，俊杰，伊即马送回去啊，袂当替你家传宗接代，我就会当变成你家唯一指定的接班人。即马阿妈先醒过来啊，妈，你赶紧找人去甲阿妈处理掉啦，啊若无，咱真正啥物都无啊啦。俊豪，你即马到底是安怎哈？是安怎你特别想出来的办法？就是想要把人害死啊！妈，你做这是真事啊？妈，阮拢在遮，最好咱来干嘛？阿妈已经醒了，一定是要找到宋霞。我看啊，我是卖去啊，我想等伊哦。稍等一下啦，我是遐尼紧张要创啥啦？我真正无迄个勇气去面对阿妈。我想走啊啦！你这个囡仔怎哩无路用，怎哩无胆啊？啊，非得咱着先入去才阁讲啊啦！我即马入去是给你找死路呢。恁阿妈若真正想要对你安怎，李可欣敢袂先传简讯甲你讲了？李可欣，伊早着转面客啦，伊无咧讲我的死话。妈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俊豪讲？俊豪，你过来。讲你是一只海豚，真正一点仔都无。你要搁一边如何做？我见过你，你若是敢，你就来亲我妈！我为甚不敢？俊豪，我每一个人都跟阿嬤说过话，现在换你说。